啊，等一等啊，舞台上呢是大家知道我是很慈悲的，我刚才呢有一位听马来西亚的佛友呢，他是绝症了，已经是癌症晚期了，他说呢今天呢求求舞台上一定要给他看看，他不一定唱，不一定抽得到。台长说好，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原谅他啊，因为他是癌症晚期，就让他有机会看一看啊，叫他上来啊。大家知道什么样叫救人，这就叫救人；什么样叫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这就叫慈悲，明白吗？能够救人一命是胜造七级浮屠。你看，你叫他不要担心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么多的菩萨都在帮助你，你就不要难过了啊，你也不要哭，你要知道跟台长在一起，你一定会有救啊。我告诉你不要难过啊，你现在要告诉我情况，台长直接的就帮你看图腾看怎么医治好不好啊，你就直接告诉我病情在哪里，台长也不要帮你全部看了，我就直接看到里面看你这个毛病好不好。什么地方癌症？对，我的子宫外。子宫颈外啊。对啊，到今天医院也不收我。医院不是很收你了，已经。那。收我还有几个月的收。说他还有几个月的收。现在你告诉我你应该怎么办，是不是应该跟他说对不起啊？现在马上就说对不起婆婆。好，然后台长现在跟你讲他
要小房子非常多，要850张小房子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很简单，就是你给他850张之后，他可能会饶你一命。也就是说，人家开出来这个条件了，你如果帮他解决，你可能会得到一次往生，就是有就是生死的机会。那么要看你自己了。如果你不肯念这些小房子的话，那么对不起，台长也救不了你，明白了吗？还有观世音菩萨也会慈悲你。另外呢，就是你自己身上有一个小孩子，这是你打胎或者流产的孩子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好啦，毛病帮你找到了，也不要难过了，好不好？有救了就好，希望你改观，因为你没动过手术，你的里面的癌细胞还能够可能有转换，明白了吗？不要现在人还没死了像死人一样，你活得好好的，你活在这里意思是什么？这么多的菩萨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鼓掌的人都是有良心的，都是菩萨，你们很善良。今天来了多少观世音，多观世音菩萨，多少菩萨，我告诉你们，每一个人都有功德，看见了吗？有没有信心啊？有啊，不是好了吗？好好的活着，什么都没有的嘛，死两个月，医生讲的都对的啊，医生讲的都对的。医生如果都讲的对的话，就很多人就不会太平间有这么多人了。你记住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医生是讲不准的，明白吗？因为很多的人有这种重病，他都是灵性在控制他，医生说他活一年三天就走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现在有救了，你就好好的修啊！他现在很感动，他在哭。好啦，现在你听台长的话好不好？台长呢说要买一些营养品吃，最好的就是有一些让机体啊，就是说能够调节生理的东西啊。比方说呢，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，我们马来西亚有什么，一般就是像那个啊，像灵芝啊这种啊，能够吃一点，可能会对你的细胞调整会有好处。另外呢，每天要求观世音菩萨，我希望你发个大愿，因为呢，台长呢又看得见你有点钱，你要把这个钱拿出来放生。要是这个钱不拿出来的话啊，你也带不走的，你还不如拿出来救救众生呢，对不对呀？ 啊因为他把这个钱藏起来了，现在留给另外一个人，我都知道他服了，他就有救了，对不对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三个月死了啊，你就不要相信龙台长，我告诉你，死不掉，鱼要放1000条，要许大愿，我这辈子一定要跟着观世音菩萨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死，你是怎么死？就是经文不够，还有你心中还跟这个婆婆很还有敌意，你没有完全放下。还有就是什么？就是你自己不自爱，你继续要吃活的东西啊，吃什么东西，或者嘴巴里还要讲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致命的。如果你这几点没有，台长保证你不会三个月走人，而且可以慢慢的一直往后移。你过去也做过好事，但是你坏事大于好事，听得懂吗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解决了，不死了，开心了。
了，我要开了，没事情的，听得懂吗？啊，现在帮你找到毛病了，你就好好念经，要许愿，跪在观音菩萨面前说：观音菩萨，你让我消灾延寿，我自己消孽障，我这辈子再也不做坏事了。观音菩萨，你原谅我，让我延年寿，我就借阳间这些阳寿，我要好好的修行，让我下辈子不要在人间来受苦了。你这样一讲，观音菩萨很慈悲的，我过去生中的东西我都要念，你的礼佛大忏悔文每天必须念七遍，大忏悔文，好吧？啊？还有呢？你看，讲话声音都不一样了，看见了吗？马上见效。啊，开心了吗？啊，本来他把钱要留给女儿的，现在他不留了。好啦，告诉你啦，啊，其他没什么，你要记住啊，好好的修。台长看你呢，现在这个子宫这个地方呢，还不是很黑，但是呢，颜色呢，有点像那种墨绿色，就是不是黑的。如果台长看到颜色完全是很黑的话，那么这个也就基本上差不多了。你现在呢还有救，你就好好的活着。啊，人活的不是为自己的，是为众生的。你死了倒算了，孩子家里一大堆人怎么办？对不对啊？他们会很痛苦，所以你要坚强的、勇敢的活着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好，待会儿再告诉你念多少经，好吧？台长都跟你讲了啊。好了好了，去吧。去了，看见吗？自己站起来了，看见了吗？精神高半挺起来了，看见了吗？来的时候两个人搀着的，啊，你们都台上做见证啊！好了，开心了吧？你看自己啊，挺好的，哎呦！不得了了，我要死了！你们说死得掉啊？真的？今天当场给你们做证看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救人呐、啊！你们要学台长啊！你们要变成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。